双打防守时如何接追身球，下手球反手接，准备时膝盖微弯，脚后跟抬起，当右边来球让右脚往后，有空间挥拍接球，当左边来球时让左脚往后，有空间挥拍接球。你学会了吗？呼球的时候我们不要手臂这样去发力，手腕发力，手腕发力的话动作就小啊。如果我们想扑球更快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手指去扑球。打球手指手臂无力就用它，想锻炼小臂你就这样念，想锻炼虎口的力你就这样念，想锻炼手指的力你就这样念。